这次假扮天狼山土匪，绝不能有纰漏，一定要掩藏好身份。明白。记住，此次行动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我不会再给你掉链子了。 放心吧，老师，您神机妙算，鱼儿果然上钩了。好，司马亮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 冒充土匪，打劫范家的货物，哼，到时候可别怪我对他不客气。那您看，熊师长那边？喂，报告杨部长，土匪就要进包围圈了，我们打还是不打？请长官指示。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，一个土匪都不许放掉。事成之后，本职保举你。 你们下去看看。是，走。
嗯。把自己人的尸体抬走。是是。郑红，郑红，郑红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救人啊！救人！快救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没想到咱们中了白狗子设的埋伏，此仇不报，我宁愿不当这个山大王。大当家，现在的局势呈敌强我弱状态，咱们唯有凭险据守，暂不适宜出击，否则恰恰中了敌人的诡计。好在天狼山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那些白狗子想攻下咱们山寨也绝非易事，到时再抓准时机给对手来个出其不意。黄大姐，多亏你率人殿后，才让这么多兄弟安全地撤回来。这救命之恩，我美髯公没齿难忘。大当家，这山寨里面都是兄弟姐妹，对大伙儿负责是应该的。黄大姐可是非常了不得啊！不知道我们这帮兄弟在跟敌人厮杀的时候，你躲在什么地方？张继鹏，啊，还有脸说？正是因为你谎报了情报，才让兄弟们伤亡这么惨重。大当家，误会啊，我也是为了山寨好啊。谁知道白狗子那么……别废话，你是丧门星，死了这么多弟兄，我得给个交代。该死该活，你选吧。大当家，饶命啊！这里头一定有误会啊！求大当家网开一面。大当家，网开一面吧。大当家，眼下对敌为重，山寨不能自乱。我看，还是饶了二当家吧。大当家，黄大姐所言极是，二当家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就饶他这一回吧。